大家好，今天的视频我将为大家介绍如何完全免费的使用 Google 提供的 VO3 视频生成模型。该模型具有非常出色的视频生成能力，并且已经广泛应用在各种视频创作当中。在本视频的最后，我还将介绍一款在线 AI 广告生成工具，让你能够非常方便的利用 VO3 生成影片。那么我们开始吧。首先介绍一下具体的方法，就是利用 Google Cloud 300美元赠金的机制来通过 Gemini API 来调用 VO3， 因为这300美元是可以免费使用 Gemini API 的服务，所以自然就可以在限额内免费调用 VO3 了。在开始之前，需要先准备一个谷歌账号，不必限制地区，然后再准备一张 Visa 信用卡来绑定付款方式。这里说明一点，同一张信用卡是可以绑定到多个谷歌账号来付款的，所以如果一个账号的限额用完了之后，可以再重新注册一个新的谷歌账号，这样就可以一直免费使用了。那么让我们来开始进入实际操作。首先打开节点设置，我建议中国大陆的人在注册阶段用香港节点，否则容易无法绑定银行卡。之后打开浏览器，搜索 Google Cloud 或者 Google 云，进入这个中文的链接。进入页面后，没有注册过的用户可以看到这个免费开始使用按钮，点击它进入注册流程。在这个页面，我们可以看到旁边的说明，免费使用过程中，只要你不激活，就不会收取实际的费用，然后可以访问绝大部分服务，这里就包括我们目标用的 Gemini API。 下面我们开始进行注册。第一步，确认国家和地区，这里选择的是香港，点击同意并继续。进入第二步，付款信息验证。首先创建付款资料，资料类型要选择个人，然后选择区域，填入地址。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，就是法定名称一定要和信用卡的名称完全一致，一般来说就是姓名的拼音。付款资料保存成功后，点击创建支付方式，点击添加信用卡或借记卡。在这个界面可以看到，你刚才填写的法定名称会被带过来，而且无法修改。填写好之前准备好的信用卡信息后，点击保存卡按钮，这样就可以开始点击这个开始免费使用，创建我们的项目。当项目创建好后，页面会自动跳转到控制台，关闭弹出窗口。加载完成之后，我们就可以看到免费300美金赠金了。因为我使用的是香港地区注册的，所以会转换为港币。注册完成后，关闭这个界面，进入下一步，获得 Gemini API Key。 首先我们需要切换节点，把节点更换为美国，因为香港地区无法注册 Gemini API Key。 切换完成后，搜索 Google AI Studio， 进入第一个链接。进入界面后，点击右上角的 Get API Key。 进入页面后，关闭弹出窗口，在第二个弹出窗口中勾选第一个复选框，然后点击我接受按钮。进入后，点击右上角的创建 API 密钥，在这里可以点击上方搜索，选择自己刚刚建立的 Google Cloud 项目，也可以直接点击下方按钮创建一个新项目。我在这里选择的是刚刚创建的项目，之后点击在现有项目中创建密钥按钮，这样我们的密钥就创建完成了，点击复制按钮就可以把它保存起来。到了这一步之后，我们基本就完成了 VO3 使用的所有准备工作。如果有技术基础的小伙伴，就可以利用这个密钥在自己的应用中享受免费调用各种模型了。如果不懂技术的小伙伴，我这里也有一个由我个人开发的在线程序，只要你使用自己的 Gemini API Key 就可以在线生成视频，同时还支持应用模板来生成，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来试用一下。程序地址我会放在视频说明栏和置顶留言中。打开页面可以看到，我为大家准备了一些大神创作好的视频模板，目前主要是一些广告视频，通过选择可以预览生成效果。你可以选择一个自己喜欢的模板来套用提示词。下面让我们输入刚才保存好的 API 密钥，然后点击保存按钮。这个过程会通过消耗一点点 token 来验证 key 的有效性，如果关闭页面后会重置，所以最好在生成过程中始终保持页面打开状态。保存好的 key 会出现在页面上方显示出来，之后就可以输入提示词了。我在这里演示一个自由高达乐高玩具打开后飞走了的效果，之后可以选择视频模板，通过点击卡片选择，选中后下方的提示词详情中可以看到具体的提示词内容，并且可以展开细节。然后下面的选项可以选择模型和分辨率，如果需要有声音的视频就保持 VO3 分辨率，选 720p， 选择完成后点击生成视频，
大约需要一分钟左右就可以生成出来了。让我们来看下效果。在生成的视频上方可以看到下载按钮以及视频的详细提示词，有需要的话可以复制下来备用，另外也可以通过点击视频里的这三个点来下载。好了，今天我们的视频就到这里，如果您对我的视频感兴趣，可以在留言区给我留言，谢谢大家，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。